程渐渐接近尾声，吹水和鱼蛋在体能、功夫以及怎样运用肢体进行表演的技巧都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。今日李师傅带同两位学生探访吴博士，要分享的并不是技击上的技巧，而是茶道。从茶论武，从中探究个人的内在修为、人生的哲理，履行作为师傅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。今天咧，专登带你两个嚟咧认识阿吴博士。吴博士咧对茶认识咧就好深嘅，喺茶里边咧可以领悟到好多人生嘅哲理出嚟。一阵你慢慢一路泡茶，一路听阿吴博士解释佢听啦。嗯。咁饮茶，第一个步骤就系提杯观汤色。第二个步骤就系我哋半掩鼻留香，用个鼻嚟吸。唞一唞，用個口噴啲氣出嚟，咁啊知道個茶香喺邊度。而第三個步驟咧，就係、是、無聲輕淺嚼。我唔知佢幾熱，所以我只可以細細啖。誒，原來我發覺呢個茶温個水温，我可以接受到啦。咁第四個步驟當然會試杯茶，咁我就要成杯飲啦。咁我就會傾情盡此杯，傾情盡此杯咧喺喉嚨一定要停留三至五秒，最好五秒。咁就即係完成咗飲一杯茶嗰四個步驟。吴博士，饮茶饮茶。好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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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嗱，你要听见头先博士教我饮茶嘅一个几个小步骤，你唔好睇少呢条小步骤。呢、這个四步曲咧，同功夫里边咧有牵连嘅。点解咧？例如我哋睇汤色，睇下杯茶咦，浑唔浑浊咧，透唔透彻咧，个颜色好唔好咧，好同我学功夫咁样。我要定一个目标，你睇茶。知道呢杯茶有幾深幾淺顏色，例如我學功夫，我需要學一個健身嘅，哦簡單啲啦。唔係喎，我想深奧啲喎，付出多啲時間，付出多啲努力。同樣道理都係，我哋睇一件事咧，看似簡單，其實睇裏邊咧好多問題。咁你憑咩睇得出問題咧？憑一啲經驗，憑一啲對任何事嘅理解一樣。飲茶看似簡單，練功夫好似好普通，但係裏邊咧有幾深奧咧？就視乎你想學幾多，想去有點樣深層次嘅去瞭解佢就係啦。咁博士講喎，喂，飲茶唔係就係睇湯色得喎，個味道點咧？味道我哋唔能夠話憑肉眼睇啦，我要聞下去，聞咗裏邊咧，咦，慢慢感受。咁即係同我哋做學功夫一樣，你感受呢樣嘢，譬如我打沙包，咦，好痛喎。咁你點樣唔痛咧？多啲練習啦。好啦，飲茶都一樣。只要你經常去聞了解，哦，呢個係咩茶？我了解得到，因為我身體裏面感受到一樣，同我哋手足嘅感受完全一樣。咁呢個咧聞係要靠一個靜心。其實練功夫咧都係靠一個靜心，去慢慢咧從裏邊內心咧去感受到個功夫出嚟嘅。嗱，講個第三部分啦。我哋搬咗湯色，聞咗香氣之後咧，呢杯茶飲唔飲得咧？我要輕輕咁試一試。哦，原來係40度嘅啫，應該可以一啖飲曬。咦，唔係喎，都有80度喎，仲要等一等先嚟㗎。點樣去走前啊、走後啊？即係學功夫唔能夠操之過急。有時練功夫咧，唔係話勤力就得嘅，你又需要一個慢慢磨合啊，慢慢去接受，一步步做人咧，做任何事咧，亦都唔能夠操之過急嘅。嗱，講咗咁多啦，飲杯茶先啦，我喉嚨都乾曬啦。飲茶飲茶。最後一次過飲曬，係傾情咁飲嘅，用重力咁飲嘅，同我練功夫一模一樣。你要咧身體力行，你冇咁嘅程度，你唔能夠消化咁多嘢嘅，亦都咧要合一，包括我哋嘅技術、我哋嘅心態。我哋飲茶，你就係靠睇湯色、聞味道、試水温，你唔入個喉嚨裏邊，慢慢品嚐佢嘅味道係甘啊、係甜啊，還是有苦澀咧？你唔知嘅。同樣道理。當你學到功夫有技術時，得技咧就要試定，
這個視敵咧，唔係一定話你同亂咁打交，你可以透過比賽啊，透過師兄弟嘅練習啊，或者透過啲好朋友咧互相交流下，試下上升你嘅技術係咪真可以制敵，或者人哋進攻你，你係咪真係可以用你嘅技術咧能夠去化解？就係頭先飲茶咁，一次飲曬去，完全感受曬裏邊係乜嘢味道，同樣道理啦。我哋有緣相聚，共飲此杯。好，飲茶飲茶，飲茶飲茶。武者常言道，武术不外于心法、手法、脚法、步法、身法。武术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包括进退上落、忽远忽近。而在这个互动的过程里面，身法和步法就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。上一堂呢就讲过擒拿的手法，怎样被人擒拿，你怎样去解脱，或者你解脱之中你继续可以捉回对方，一个互相互动，一个互相的擒拿的一个演变。好了，今天讲什么呢？一个我的擒拿都是比较正面，他在前面捉着我的手，那如果人家在后面或者不在我们视线范围之内，突然间箍我，或者捉着我的膊头，或者抓着我的衣领，那我怎么做呢？其实这个有几用。假设我们分开，我们一夹着的时候身体呢緊張點做咧？咁移動冇用嘅。我係點解咧？好似我哋第一將手要擴張先，擴張先。一擴張，對方嘅手受壓咧，自然會有少少空間出現啦。空間點做咧？你試一坐馬。咁因為我哋一擴張時，就形成一個三角形啦。如果我哋一個倒三角形咧，我哋冇得走。如果我哋一個係下闊上窄嘅三角形咧，説聲啊，我就可以垂咗落嚟，有一個跑脱走脱嘅機會啦。咁呢、這個。另一個就話，如果對方一個好高大嘅，或者我對時我即係做唔切啦，完全就俾佢之前就咁啊。如果個咁樣，咦個手唔能夠擴張時點嘅咧？我哋選擇咧就話一個點樣引開佢？呢、這個引咧唔係引佢走啊，又話點樣留一條路？咁我走嗰時咧可以咧倒咗推，因為我哋嘅身體個咁嘅擺動嘅時候，個力量係轉動咧比較大。個力量相大，咁如果佢一個咁嘅箍住嗰時咧，佢未必能夠依然咁。好啦，當我一轉嗰時咧，佢嘅手稍微一提緊，一放大咗少少。好啦，呢個咧就俾到我一個咧逃脱嘅空間，同頭先我哋講嗰個三角形嘅道理咧係差唔多。咁啊，所以咧喺呢邊咧，我要留意第一，我哋借助我哋身體嘅下墜，俾一啲空間我哋走落嚟。第二，同樣動作向下墜，轉身。就變咗咧，由背對背，佢嘅胸對個背，變咗轉身咧，同對方咧面對面，咁你就可以攻擊。咁另一個就係對方，譬如搭膊頭，而係唔喺我的範圍之內嘅，咧我做喺度，喺度，因為咁樣大姿勢向下，因為想推住你噶嘛，你一衝前嗰時，佢都會向我過嚟，就喺呢空間度咧，產生一個咧大同引嘅力量落去啦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前啦，咩叫前咧？剛才我們是一個直線的力，直線的力，我們前就是一個這樣盤旋的，那怎麼做呢？剛才是一個用力引它走，盤旋的就是將它的關節無論是向正或者向反令到它痛，纏繞著它的關節令到它痛，好了，反轉或者這樣反轉去逼它放手了。那你說究竟我何時用內或者何時用外呢？那就視乎你的第一人的高度，第二他究竟是站我的背面還是跟我的側面，這樣都有的。他站背面的，我這個方法佬，他側面的，或者本身我移步搭著我，那就跟他即是正向，是不是？或者他搭著我，我一直縮縮，他由於這樣的姿勢，我一縮步的時候變成他稍微失平，他捉著我一縮，他捉著的嘛，你一移步他由這個步驟步伐，一是他跟你步伐走，一是他只能夠將手放長。好了，一放長他的重心已經跌下來了，那我們一帶他那他就容易跌倒了。所以這個其實都是一個水，好像水一樣，沒有定型沒有定勢，隨著哪裡去就哪裡走。所以待會我們大家起身練一練那個我們的步伐，我們的腰的轉動方法，還有我們向不同角度怎樣個大的力量啊，
我哋都揾再同大家再解釋清楚嘅。好啦，我哋研究下一個閃步嘅動作先啦，準備先擺五幅先，好啦，推，好啦，彎完，好，連到左腳，啊，咁為之一組啊，再嚟一，上，二，好，我哋先練下李魚翻身嘅個身法先啦。好啦，身體咧向左邊沉落去，左腳向後四步，轉身，係啦，伸翻直個身體。好，再嚟一次，記住，首先咧先向左邊咧有一個沉肩膊先，馬上去走起身。嗱呢個啦，一連串做曬啊，準備走。咁喺智慧術裏邊咧，好多咧唔一定係正面嚟控制自己，有啲從後邊偷襲你嗰陣時咧，通常一般會係抱。咁我哋用一個坐馬頂爭呢個方法咧，係一個比較容易使用嘅動作嚟。嗱，你試一試啊。例如配合咗抱實咗啦，出實都唔緊要，準備放喺度。首先將兩手咧同個腳部互相配合，鎖實出嚟走。咁如果你話想喺防禦之中連接埋攻勢咧，其實同一個動作可以做到嘅。嗱，例如你試埋，好啊。咁我首先解釋先，你咗箍咗之後咧，你兩邊捉唔到噶啦嘛。好啦，側埋一邊。好啦，呢個手佢抬咗啦，側埋一邊，退馬，個腳部喺後邊，喺呢個爭度咧打開咗，咁推。嗱，我試下連貫性一齊做咯。好，推咗。首先咧，將身體即側。咁所以我哋連貫性咧就係首先咧係將個肩膊咧沉，將呢隻手咧打開。好啦，呢個手咧，呢個手踭咧貼住自己嘅身體去退。如果你要身體係頂到個對方嘅腰部嗰陣時咧，變咗有個阻力咧，你係發揮唔到啊！嗱，我再試一次啊。好啦，一側身嗱，咁離開咗咧喺度退，就可以將對方推走噶啦。跟住呢個引牛飲水咧，就同剛才特別啲嘅，呢個係手同腳同一時進行嘅。咁同埋咧，我哋目標咧，頭先我呢個向上啊，而家個咧係將對方引落去。咁點啊？例如對方嘅大膊頭，好啦，首先咧捉住對方，由手肘起咗，好啦，將對方提手嗰時咧，同一時間咧打，咁咧就將對方引落咗去。咁如果你嘅力量打嗰時咧，配合埋腰力咧。就不止係個直線落，係一個斜過個落咧，個威力就更加好。啊，再嚟一次啦，答，去走，就有咁嘅動作，咁啊，明白啦嘛，再次啦，搭住喺啲位置嗰度咧，托起，清楚咁樣咧打，再配合一發力，好啦，如果一推，去對方向嗰邊走啦。金蛇前爪是怎樣的動作？例如對方捉住你肩膊或者手臂，好了，提起捉住在回到位置那裡，一個這樣的前繞動作上去，那就是一個前繞，就跟剛才我用直線的動作是完全兩回事了。再來一次咯，對方提起，好了，對方伸了，抓住在這裡落反，那就可以制服對方了。